个今天又一次跟大家见面。当然每次都讲红楼，但是每一次的红楼梦呢给我们展现的光彩照人都不一样。我是昨天在前天晚上在那个宜昌的三峡大学跟他们讲《红楼梦》，然后我说在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不管曾经相识还是从未谋面，但是有一件事能让我们走在一起，有一件事能让我们成为共同的朋友，那就是《红楼梦》。只要是这个中华民族，那我们只要说到《红楼梦》，大家都是可以津津乐道，而且呢都是可以成为朋友。那这一点呢，我在咱们这个武汉呢就又一次见到了。当然今天呢我是想聊一个很具体的话题，就是红楼与职场，或者叫做《红楼梦》中的职场智慧。那为什么要聊职场呢？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职场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当然有些人说我不上班，职场对我不重要，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职场呢它并不是简单的指一个单位。我呢在大概十年前在上海电视台它有一个纪实频道，它那个栏目叫谋划中国，然后它这个栏目呢就是专门找我讲了20集职场红楼。然后当时他说，哎，你一开始也跟这个上海和全国的电视观众介绍一下呗，说讲红楼梦就讲红楼梦嘛，为什么要讲职场呢？然后我就说，职场它首先是一个单位，但实际上啊它还在3种意义上存在。第一个，职场还是考场。什么是考场呢？人生的输赢，人生的成败，人生的荣辱，其实都可以通过职场这一门这个考试，或者叫这一个考场呢，把它展现出来。有些人他成功了，有些人他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职场呢它首先是个考场。当然职场呢我有时候想它是个秀场。什么叫秀场呢？就是一个展现个人才华的舞台。那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在职场上是吧都表现得生龙活虎。我相信今天大家一起跟我聊《红楼梦》的这个很多听众里呢，哪怕今天已经退休了，当年在职场上呢应该说也是战神。但是职场还有一个就是战场。有时候我们很多人他经常说，哎呀，我不太想上班，我就想在家。还有些人呢他干脆就从职场退出去了。为什么呢？我这个前几年看到一个这个大数据调查，他说调查职场的人，100个人里有73个，用他的数据就叫做73%，得了一种病，叫什么病呢？职场恐惧症。当时我也比较吃惊，因为我是在高校里嘛，没有在那个每一天都要上班的那个职场。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我说为什么会得职场恐惧症呢？一看，男士是怕失业，因为男士要面子嘛，每天上班去，这个全家的这个开销就指望他了。然后女士怕什么呢？女士怕失业。其实女士她倒不考虑升职啊，挣的钱多少啊，但是有一个她怕这个没工作，因为没工作呢，她就没了安全感嘛。所以男士呢，是怕失败，女士呢是怕失业。有多少人呢？100个里有73个。当然或许这个大数据调查有点恐怖啊，也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不管怎么说，职场的这个忧虑，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所经历的很多事啊，确实让我们知道了职场是考场，职场是秀场，职场也是战场。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职场是对我们一生的这个学习和历练的检验。像我在南京大学，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说在高校里允许你犯任何的错误，
但是你千万不要想，哎，我到了职场，我一开始就犯错误吧，用犯错误铺路吧。我说，那我们高校是干嘛的？在学校犯任何错误都是可以的，但是进入社会，进入职场以后，我就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一开始就以成功的面目出现。但是容易吗？他不容易。有一次，这个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是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很顺利就进了上海很著名的一个企业，就算是世界500强吧。然后进去以后呢，他很快那个上海他有猎头公司啊，咱们武汉应该也有啊，那个上海的猎头公司啊就来猎他，然后就给他发邮件，然后给他发微信，跟他说，哎，你到我们这工作，工资涨多少，然后这个待遇涨多少。然后他的母亲就有点儿拿不准了，就问我，哎，说你看看这个孩子他要不要这个立刻就换地方呢。我毫不犹豫地送了他8个字，我送了他8个字，我说这个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也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常说的8个字啊。我说，只选好的，只做老的。什么叫只选好的呢？我说你一开始在就业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最好的职业，但是在选择了最好的职业以后，你应该做一个最忠诚的老职工。然后他听明白了，说，哦，看来不能随便跳槽。我说呢，其实这个跳槽跟卧槽是一对矛盾。我们很多人以为跳槽就越跳越高，其实还有很多人跳槽他越跳越低。后来这个孩子呢，他就听了我的话，说，对，只选好的，只做老的。所以我们在面临职场的时候，你会面对很多事。比如说职场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起来是职场，但为什么我们这个讲《红楼梦》时候还要讲它呢？因为职场它不光是一个选择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你要不要跳槽啊，它是个选择问题。像我在这个南京大学呢，我的很多学生呢，这个毕业的时候都会引用我的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毕业的时候，这个像各位的孩子们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找了好几个工作，然后你必须决策说到底去哪个单位啊。然后我的很多学生说，潘老师，你除了搞美学搞《红楼梦》以外，你不是还做战略咨询策划吗？说你给领导出了很多主意都很奏效，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呗，我们毕业要选什么工作呢？我经常跟我南大的学生这样说，后来他们现在毕业选择经常传我这句话，叫选一个40岁以后不再努力的工作。当然很多人就说，哎呀，潘老师你是奖励懒汉啊，40岁以后就不再努力。其实我说的不是奖励懒汉，我说的是在职场选择中，你第一步就是对你人生的所有历练和知识的考验。考验你什么呢？就考验你对未来的把握能力。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进步，大家都以为在职场上就是靠勤勤恳恳，但实际上职场上真正推动我们走向成功的，首先是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状况。我们经常说有一个词叫水涨船高，我们也经常说一个词叫什么呢？水落石出。那水涨船高就意味着我进步，我这个行业也进步，那你的一生就有了加速度。水落石出呢，就意味着我进步，我这个行业退步，那我这一生就没有加速度。其实一个人在职场上之所以成功，除了自己努力以外，我们一定要记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行业的跟我同步的发展，或者我行业的发展比我还快，那我的发展就指日可待。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不是那么多职业吗？你不要考虑他的收入，你要考虑什么呢？要考虑你所选择的这个行业在未来10年、20年里的这个兴衰荣辱。如果他有前途，你就有前途，这就叫做40岁以后不努力。那么我说这是一个职场面临的选择。其实职场还面临着一个，就是人际关系。我们到职场，很多人以为我只要勤恳工作就行，但是你就是发现有些人在单位他就是如鱼得水，有些人在单位他就是寸步难行，有些人在单位跟大家的关系呢叫什么呢？叫鱼水关系，是吧？有些人在单位呢，他跟大家的关系叫什么呢？水火关系。
怎么回事呢？职场背后是人场，是人际关系场。所以我在学校培养学生啊，这个经常有家长来找，尤其我在澳门这个科技大学当院长的时候，这个就更多的学生家长来找，他们来找我问的问题就是一个，说潘老师，我的孩子将来进入职场以后是不是能够每战必赢？换一句话说，就是我的孩子在学校这个培养了以后，是不是进入职场以后就能赢而不要输？我不知道各位会想到我会跟这个家长提什么建议。可能一般的老师就会说，哎，你看看他的成绩单啊，你看一看他在学校的排名啊。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忠告啊，那个你的孩子的排名和学习成绩、考试，甚至哪怕是及格不及格，都不起重要作用。我跟大家传授一个我当老师的经验，因为家长来找我找的很多，我就说，我告诉你们，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的孩子不是上了大学吗？他不是要住校吗？你到了学校不要找我了解，你也不要告诉孩子你来了，你就突然闯到他的宿舍去。很简单，如果他宿舍的宿友那些舍友对你很热情，你的孩子八成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进去以后发现，哎，你宿舍的你孩子宿舍的那些舍友对你很冷淡、很冷漠，甚至冷若冰霜，那你的孩子将来职场生涯就岌岌可危。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一个孩子如果连宿舍都搞不定，是搞不定职场，也搞不定天下。所以各位家长可以体会一下啊，看看我这样说呢是不是有道理。那么简而言之，在职场里我们遇到的是两种人，我在课件里说了，一种人叫职场菜鸟，就是在职场上他近似于失败者，还有一种人呢叫职场达人，他在职场上呢这个比较接近于成功。当然职场上没有绝对的失败者，也没有绝对的这个优胜者，所以我说他接近于失败叫职场菜鸟，或者呢更接近于成功他叫职场达人。那职场达人跟职场菜鸟之间差多少呢？我这个前一段在蜻蜓 FM 做了一个100集的《红楼梦》的讲座，然后里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我这个昨天晚上我在课件上专门加了这一段，我就想当时我是怎么给大家介绍的，菜鸟跟这个达人之间差什么呢？后来我说这个有专门的研究职场关系的专家告诉我们，这个如果是一个职场的成功者，他是职场达人啊，他应该是你去看你的孩子或者是看你的职工，他的顺序，他办事的顺序应该是我知道该做什么，我这个然后我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有时间这个去把这些事做好，这就是一个职场达人。那职场菜鸟他的这个失败在哪儿呢？看起来两个人都在单位拼命忙，但是你怎么去衡量一个人在单位很成功，一个人在单位不成功呢？职场这个菜鸟他的工作习惯一定是，这件事是现在我有时间做的，我知道这个这件事该怎么做，然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那我们看一看，一个是从我知道该做什么开始，我们把它叫做职场达人。还一个呢，我们是从这个我有时间做，我就把它先做了，这是职场菜鸟。他们之间的差距在哪儿呢？差距就在于有没有职场智慧，有没有职场智慧。所以这就让我们慢慢接近了一个问题：职场不是天生的，它是考场，是秀场，也是战场。但是在这个场里生存和竞争和这个战斗的人，他不是天生的，他要学习。怎么学习呢？又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学啊？后来我就想怎么学呢，我看到西方一个作家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似的，不相似的只是那一点点。然后我就想，那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不相似的是哪一点呢？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了俄罗斯的那个大作家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是全世界小说里最著名的开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对这句话的意思可能
不一定很了解。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然后我的学生经常问我，潘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托尔斯泰告诉我们说，要想让一个家庭这个幸福，当然你可以首先向幸福的家庭学习，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从不幸的家庭的失败里去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幸福是不能够复制的。像我教学生，我经常说，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幸福也是不能复制的。我们过去有一个缺点，就是哎呀，看看哪个企业家成功了，看看哪个这个人在职场成功了，然后我们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然后我也成功了。可是大家忘记一点，什么叫成功呢？成功就是不能复制，成功就是创新和第一次。那他是创新和第一次，马云成功了，你再成功一次做不到了；王石成功了，你再成功一次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就经常感叹，哎呀，马云怎么当时就是这样做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坦率地说，你现在知道也没用了。那我们怎么在职场当中学习呢？相反，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失败者的教训当中学习。也就是说，我们不跟成功的人学了，我们跟失败的人学。失败的人身上的教训他是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怎么失败的，那个人怎么失败的。我们把所有失败的道路都避开，剩下的别人没有失败过的道路，但是也没有成功过的道路，我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应该去奋力争取的未来。结果关于职场的智慧呢，它就剩下了两句话：成功者的成功和失败者的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了，那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个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啊。因为《红楼梦》最著名的一句话就叫世事洞明皆文章，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在人生的这个考场、秀场和战场当中，在职场的考场、秀场、战场当中学习。怎么学习呢？我们想想《红楼梦》里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我看《红楼梦》啊，其实坦率说，我来武汉4次了，我每次都跟这个武汉的朋友说，我们不一定盯着贾宝玉和林黛玉那一点事儿。也就是说，《红楼梦》它不是写的风月中事，不是写的这个男女小男生小女生的谈恋爱，《红楼梦》给我们展示的内涵要更丰富。所以我经常说，一会儿我也可能要提到，《红楼梦》里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谁呢？王紫腾，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啊。哎，说王紫腾，王紫腾这个人我没听说吗？谁说没听说？《红楼梦》一打开，王紫腾是北京军区司令，《红楼梦》到了中间，王紫腾是这个军队的副总司令和边防军的总司令，《红楼梦》到了80回快结束的时候，到了高鹗那个地方，王紫腾是国务院副总理。王紫腾是谁呢？王夫人的哥哥，大家记得吧？薛姨妈的这个哥哥，王熙凤的叔叔，这个贾探春的舅舅，薛蟠的舅舅。《红楼梦》里面很多人的职场生涯都跟一个叫王紫腾的王司令有关，所以我们看《红楼梦》，如果没有注意到王紫腾的不存在的存在，就王大帅从来不出场，但是《红楼梦》里的很多人的职场升迁都跟这个影子式的人物有关。那么比如说，一会儿我会讲到王夫人，王夫人她为什么在《红楼梦》里能够这个掌握实权呢？她又很笨，她为什么能掌握实权呢？因为她的哥哥叫王紫腾，是北京军区司令。那我们现在先不讲王紫腾，也不讲王夫人，我们先聊两个很小的人物，一个是门子。但门子在《红楼梦》里其实给我们所有职场人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因为门子是一个很会在职场钻营的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市长，或者我们叫县长，叫贾雨村。我们在看《红楼梦》时候要记住，贾雨村很牛，他在职场上是很能干。他这个到最后，到《红楼梦》快结束的时候，他是国务院副总理。
就可见他这个职场这个升迁的速度很快嘛。《红楼梦》刚打开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在南京上大学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的一个家庭教师，但是到《红楼梦》快结束的时候，到宝玉家被抄家的时候，他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但是在他当南京市市长或者叫做江宁县县长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事，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王司令，北京军区王子腾司令的外甥，这个薛蟠在南京这个跟人家抢美女，然后把人家打死。打死以后，贾雨村就很火。贾雨村说：“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岂有此理！”完了，他把那个令牌一扔，扔下来说：“立刻把他抓回来，给我就地正法。”然后这个时候，《红楼梦》里写的很生动吧？那个门子啊，就过来给他倒茶，倒的时候就咔咔咔干咳两声。这个贾雨村刚这个半年前刚从这个北京被开除过一次，这个然后这一次是又官复原职，又升官做了南京的首长，所以贾雨村他也吸取了一点职场教训。他一看，哎，这个勤务员咳嗽咳什么，他就说：“你们先不要去抓人，令牌给我放这儿，先不要拿。这个北京中央首长给我打电话过来了，跟我谈工作，我到后面接个电话。”当然那时候没有电话，我知道啊，我用现在的这个语境就容易理解，跑到后面，然后就喊这个他的秘书去把门子喊来，门子就进来了，一脸猥琐就进来了，然后说：“咳什么？”门子说：“老大，你到南京来主事儿，听说过南京有这个四大家族吗？”然后这个贾雨村说：“没听说，说四大家族都没听说，你能在南京待吗？”然后贾雨村说：“怎么不能待？”然后这个时候门子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门子说：“我知道你是王司令的人。”贾雨村就火了，说：“谁说我是王司令的人？我不是。”因为大家看《红楼梦》，你知道贾雨村那个时候是通过这个林黛玉的爸爸和贾宝玉的爸爸推荐的，这个找王司令升的官，但是王司令他还没见过，他就以为全中国都不知道他是王司令推荐的，是王司令的人，所以他就这个说：“我哪是王司令的人，你胡说。”门子说：“现在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遮遮掩掩，这个你要赶紧，你有生死大劫，你要赶紧处理啊。”然后这个贾雨村怎么说？贾雨村说：“我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这个生死劫，我确实是王司令的人，他跟王司令没关系啊，他姓薛啊。”我有一次讲《红楼梦》，讲到薛姨妈，说她跟王司令有关，下面有听众立刻就举手说：“潘老师，你说错了，这个薛姨妈跟王司令哪有关系？一个姓王，一个姓薛。”我说：“你弄错了，薛姨妈姓王，她老公姓薛，所以她是王司令的人。薛姨妈要写回忆录，她的回忆录名字叫《我的哥哥王子腾》。”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贾市长他也上了这个当，说我盯着呢，要姓王我就小心了，他姓薛嘛，我就杀他。结果他说不，他老公姓薛，他姓王。完了贾雨村一跳就起来了，他老公姓薛，他跟北京的王司令是不是一笔，能不能写出两个王？说写不出来。那他们进到什么地步？他亲妹妹。贾雨村立刻就软了。出来大家记得吧，他怎么判的案子？他说：“哎呀，我刚才打了个电话问了，薛蟠这个恶少啊，打死人以后遭天谴，头上长疮，脚底流脓，死了，太平间里躺着，太臭了，你们冯家就不要去看了，薛家负责赔钱，我还要到北京开会啊。”这事儿就这么着了，跑了。大家知道这个时候门子一个小小的公务人员，一个端茶倒水的公务人员，他是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的，就是这个贾雨村的心腹。但是大家接着看《红楼梦》吗？还要接着看吧。接着看你就看到，在一周以后，贾雨村就把门子给灭了。一周以后，贾雨村就找了一个借口把门子发配新疆。《红楼梦》里其实没有写到门子最后怎么样。当然，那个八七版的《红楼梦》写这个最后门子在新疆发迹，又回来把贾雨村贾副总理灭掉。但是这是曹雪芹那个《红楼梦》里没有的，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门子被发配新疆。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啊，凡是发配新疆的要走几年，能走到新疆就不容易了，到了新疆是肯定回不来的。那门子就很怪了，
他明明是八届这个贾市长，未来的贾副总理，哎，他为什么会被这个这样的受到这样的这个严厉的惩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有时在职场开玩笑说的，当这个心腹，当领导的心腹，但是不要当成了心腹大患。门子他就是卖弄，是吧？你本来你可以把这个事儿说说就算了，他就直，他急了，他也不懂事儿嘛，他急了，他毕竟没有职场经验，他直接就说你是王司令的人，这是贾雨村的大忌。而且贾雨村后来他也急了，他就立刻就帮了薛蟠，那这个事儿他一定要把它抹平嘛。抹平这个事儿很简单，把门子从人类史上抹掉。所以这就是门子的职场很短，是吧？几行里就把他的一生打发了，但是给我们的这个启发就很长。第二个人是焦大，《红楼梦》呢是这样，《红楼梦》的这个家史呢跟曹雪芹家史不一样。曹雪芹家是父子两个创业，一会儿我还要聊两句。曹雪芹家是父子两个创业，然后到北京，然后家里发迹。但是曹雪芹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写一个这个一个大家庭在南京的回忆的时候，叫《石头记》嘛，他没有按这个顺序写，他怕这个雍正和乾隆皇帝整他嘛，他把它变成了两兄弟创业，对不对？他改成了两兄弟创业，南京的一条大街，在大街的左边是一个府，这个在大街的右边是一个府，一个是宁国府，一个是荣国府，对不对？荣国府是贾宝玉和贾母这边很热闹的故事，宁国府这边呢是秦可卿的故事，除了秦可卿的故事呢，别的故事就不是很多。但是他两兄弟有一个共同的恩人，我们看《红楼梦》看到前几回就应该看到这个人，叫焦大。焦大这个人没文化，他喝醉了骂人，骂出了《红楼梦》三大这个口头语之一，是吧？《红楼梦》有最著名的三大口头语，焦大的是排第一，叫什么呢？你敢惹老子，我要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大家仔细想想，应该什么刀子进去，什么刀子出来？应该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吧？你要是说你敢惹我，我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就不是《红楼梦》里最著名的话。但是焦大他一喝醉，他就把他颠倒过来了，是吧？这个说你敢惹我，我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这《红楼梦》里第一大流行语就是他。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说话说快了，是吧？说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一急就说成了哪壶不提开哪壶，是吧？它是一个道理。焦大也这样，结果一下子就成了红楼名言。焦大在《红楼梦》里，如果从职场的角度说，给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焦大给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当一个人在职场上有了成绩以后，他应该向东、向南、向西还是向北？换一句话说，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劳苦功高，但是有时候在职场上劳苦是不是就功高？所以我在课件里说劳苦未必功高。焦大就是我刚才说了，《红楼梦》里是两兄弟创业，两兄弟打仗的时候，警卫员就叫焦大。然后警卫员呢，有一次他们两兄弟被围在一个山上，躲在山上没吃没喝，然后焦大把所有的吃喝都给了两兄弟，还下山去给他们找吃找喝。焦大是喝马尿这个解渴，他都没舍得动那个水。后来两兄弟创业成功，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两兄弟是封的公。封的公在《红楼梦》里封的公应该什么呢？大概是今天相当我们的副国级了，因为古代是公侯伯子男，我们近似的说大概算副国级了。因为大明开国时候，刘伯温其实干的事儿相当于这个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或者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封的时候，这个徐达是公，是吧？这个但是刘伯温呢是这个公侯伯，是吧？是伯，是这个封到伯，所以我们知道这两兄弟封到公那是很厉害的。《红楼梦》里写了，大家知道吧？那个贾母的这个丈夫就是公。那么封了公以后，他们就给家里下了死命令，说咱们家就是因为焦大，没有焦大，没有咱们家，因为我们两个创业的全都饿死了，所以我们家要善待焦大。按说这个时候焦大应该得享天年，
是吧？因为你看整个贾府看见他，哎呀，这个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们要善待你。那焦大应该就得享天年吧？不，焦大那个狐狸尾巴就翘得高高的了，说啊，这个你们家是我打下来的江山，你们家如何如何，你们家如何如何。我们看《红楼梦》就看见了吧？有一次他没忍住，就把贾家最丑的事骂出来了，因为他喝醉了。《红楼梦》里喝醉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这个有的人喝醉越喝越纯洁，越喝越可爱。我就喜欢史湘云喝醉，史湘云喝醉，他没有心里没有一点龌龊事儿，他喝醉以后，躺在外面的那个青石板上干嘛呢？想写诗。其实一个人喝醉了是最容易看出他的真实面目的。那我们史湘云喝醉了，他都是这个带着爱上路，焦大不行。焦大平时他一本正经，真喝醉了，心里那点这个龌龊事儿就出来了。说明他作为一个单身汉，很注意贾府这个职场里的男男女女那点事儿。他一喝醉了，正好秦可卿跟这个王熙凤从他面前过嘛，他又不高兴，他就指着骂，说爬灰的爬灰，玩小叔子的玩小叔子，那就等于把人家职场的秘密全给人兜出来了嘛。这个秦可卿不好意思，掩面而去。王熙凤她是这个很厉害嘛。王熙凤说：“把他给我拖到马圈里，塞他一嘴马粪。”我们看见了焦大的下场吧？他以喝马尿开始他的一生，以这个吃马粪结束他的一生。《红楼梦》里写，后来就把焦大送到哪儿去了呢？后来就把焦大送到了这个他们在东北的这个庄子里，那就等于一辈子不用他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从这个角度来开头聊《红楼梦》呢。我就希望大家知道，其实讲到职场啊，《红楼梦》是一本最好的职场教材。我现在给这个企业培训经常讲四本书，就是四大名著。我说这四大名著呢，都是最好的职场教材，而且从处理人际关系的角度，从这个人生做出重大选择但是又不失误的角度，《红楼梦》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楼梦》在中国它本来就是看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体会人生体会最清楚的。有很多人说红楼梦不就是讲爱情的吗？然后我就经常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每次来我都强调，红楼梦应该是中国的国书。什么叫国书呢？就是中国书中之书，经典之经典，最好的书，代表中国的书。为什么能代表呢？我简单的说，因为《红楼梦》里写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的100年里，曾经是这个民族的精华和骄傲。这一群人里有两个国务院副总理，王子腾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贾雨村是国务院副总理，有一个南京军区司令贾赦，有一个江苏卫戍区司令贾珍，有一个北京大学校长李守忠，有一个扬州市市长林如海，有一个独立师师长孙绍祖，有一个大清这个建设部基础建设司前任司长秦业，现任司长贾政。秦业我要注释一下，是秦可卿的爸爸，继父。这个北京大学校长李守忠我要注释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一下子接不上，李纨的爸爸。这个林如海大家应该知道，是这个林黛玉的爸爸。大清独立师师长，就相当于国民党74师这个张灵甫那个地位的，是这个元婴叹息里的一个美女，不是嫁给他了吗？结果他霸道嘛，就把他打死了。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哎，然后我们知道，《红楼梦》里是这么一批这个中华民族的精华和精英，那么是他写的是这批人的故事，而这批人的故事，应该说在历史上再也没有人经历过，也再也没有人回忆过，因为没有这样的这个凑巧和偶然。什么叫凑巧和偶然呢？我过去其实都说过，但是我考虑到每一次听众不一样，我还是最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大家知道，关于《红楼梦》到现在为止有大概有52个作者，就是学者经常发表意见说，哎呀，又发现一个《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是谁谁写的。最近你们朋友圈里都看见了吧，无视《红楼梦》横空出世，让那帮红学家全都傻眼了。我就不傻眼，为什么呢？我就回他两个字就行了，那都是胡扯，都是胡扯，这个根本就挨不上。
我们现在说《红楼梦》有五十多个作者，我现在今天负责任地跟大家说一句话，只有一个人，如果我是公安局的，有五十多个人作案，那我要跟大家说，排查的时候排查五十多个人，立案侦查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有写《红楼梦》的作案嫌疑，他叫曹雪芹。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写《红楼梦》这个人一定是他这个大家族摔过跟头的。你看这个贾雨村，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北京第一次求职失败了，被开除以后，他走到了江苏一个寺庙，看见有眼前无路想回头，贾雨村就说了一句话，其实是曹雪芹说给我们后人的，他说写这个对联的人一定是摔过跟头的。我今天跟大家说，写《红楼梦》的这个人一定是摔过跟头的，没有摔过跟头的人写不了《红楼梦》。比如说鲁迅，如果没摔过跟头，他叫鲁迅吗？当然他可能叫鲁迅，但是我们不认识他，他就因为摔个跟头，他一摔摔醒了。当然我们也摔过跟头，我们跟鲁迅的区别是摔了以后就是脑袋疼，是吧？没摔醒，鲁迅一摔醒了。所以鲁迅的这个家长是高考时候作弊，这个作弊呢被皇帝判了秋后斩立决，就是到秋天就杀头。所以鲁迅有一句话很著名嘛，叫做有谁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那他就一定能够这个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炎凉。哎，那还有张爱玲，张爱玲写小说写得很好，22岁写，25岁就不写了，写了3年到4年，就是这个20世纪女作家排在第一。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女主持人，这个她跟张爱玲应该是校友啊，张爱玲是香港大学毕业。那么这个张爱玲写了3-4年小说，就是20世纪第一。很多人都说，我怎么写了30-40年都赶不上张爱玲呢？我就经常开玩笑，我说你没有摔过跟头。他说我也摔过，我那天在马路上摔了一跤。我说这一跤不算什么。我说人家张美女怎么摔的？张美女的曾外祖父叫李鸿章，他的曾外祖父是李鸿章，从李鸿章摔到张爱玲，他就叫张爱玲了。是不是本来是那么高的地位，后来家里一下子这个沦落下来，张爱玲写的是自己家族的沦落。曹雪芹大家一定要记住，曹雪芹家，我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这个介绍，因为我过去讲过了，可能这个我每次来你都来的，他知道，所以我要稍微简单一点。这个曹雪芹家他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看《红楼梦》的时候要知道，然后你去读职场的时候你就会相信曹雪芹。因为曹雪芹家两大东西是摔跟头全中国没有人摔过的。第一，大清275年，大清王朝一共275年，最牛气冲天的皇帝叫康熙，叫大帝。康熙当了多少年大帝呢？61年。康熙当了61年皇帝，跟哪一个汉族家庭关系最铁呢？大家可能没想到吧，跟曹雪芹家。他们关系铁到什么地步呢？简单的说，康熙从小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带大的，就是我课件里这个美女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带大的，她姓孙，她24岁带她，带康�熙带到33岁，康熙9岁的时候她离开。在这9年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发生，就是当时为什么康熙要这个孙美女带，而不要康熙自己妈妈带呢？因为满清人打到这个北京以后，打到内地以后，她什么都适应，他什么都适应，因为他是东北嘛，东北呢一半是农业，一半是游牧，所以他进入内地以后，他知道应该怎么跟农民打交道。但是满清人进北京有一个东西他战胜不了，天花，就是他一出天花，再大的腕儿也得死，什么皇帝嫔妃王子只要出天花就必死。所以当时的满清的政府就有一个中央文件，中央文件说，凡王子出生如果母亲没有出过天花不能带孩子。结果康熙出生，然后那个当时的国务院一查，他妈妈没出过天花，结果这个孝庄皇后是康熙的奶奶，孝庄皇后就说，那我这个儿媳妇不能碰我孙子。那不能碰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是在北京的卫戍区，就是警备部队里找了一个女兵，应该是这样，要不然你说这个曹雪芹的曾祖母怎么跑到北京去了呢？她是南京人，应该是找了个女兵说，你负责带这个小王子，然后给了他一个四合院，他负责带小王子。带了几年呢？带了9年。9年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康熙大帝出了天花。
康熙出天花按道理是必死的，因为满清这个没有免疫力，一出天花必死。神奇在于我们汉族这个美女她很牛，硬是把康熙从死亡线里拉回来了。结果康熙出了天花，等到后来选这个新的这个王储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文件规定，选王储就是选接班人，第一条必须出过天花。结果我们的康熙小同学不是长腿欧巴，也不是小帅哥，也不是学霸，考奥数也没有考过冠军，但是老子出过天花，出过天花。结果8岁当皇帝，当皇帝9岁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再跟奶妈在一起了嘛，结果他就跟曹雪芹的曾祖奶奶说那你看看，你得换岗了。结果曹雪芹曾祖奶奶那时候33岁嘛，说你看我换什么岗呢，我要到国务院去吧，人家谁见我都得这个鞠躬，我皇帝的奶妈。我要到全国妇联去吧，全国妇联主席看见我都害怕，我到哪儿去啊，没地方去。这个后来这个那康熙说那你怎么办，说这样吧，我就提前回家养老，回家跳这个广场舞去，这个早一点跳广场舞健身。然后康熙就问了，说你老家在哪儿啊，他说我老家在江苏南宁，南京江宁孙家边。大家要记住，曹家就是这样回的这个南京。他为什么在南京一带待了66年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康熙的奶妈是南京人。所以很多人说，哎，为什么《红楼梦》跟南京有关？他以为曹家分配工作分到那儿了，所以凑巧有关，绝对不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是什么呢？曹家到了南京干的那个工作叫江宁织造。江宁织造，你们如果到南京旅游就看得见，南京有个江宁织造府。江宁织造简单的说就是南京的一个织云锦的地方，因为皇帝穿的衣服都是云锦嘛，那他要派自己的这个狗腿子去负责织云锦，这个跟国务院系列的公务员没关。曹家是康熙的家臣，所以要派自己家臣去干这个事儿，给自己家织云锦。这个官儿清朝规定，因为这个是个能贪污的官，清朝规定每一任只能干3年，干完就得走人，就得换下一个再来贪点钱。但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回了南京以后，康熙特别下令这个官永远是曹家干，理由就是要照顾我奶妈。曹家，这是这个曹玺是这个孙夫人的老公，曹寅是孙夫人的儿子，曹雪芹的爷爷，曹雍是这个曹雪芹的爸爸，然后曹府是曹雪芹的叔叔，他们一共干了60多年，是吧？一共干了60多年。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曹家，我们知道曹家跟这个康熙的关系其实好到什么地步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行了，因为时间关系。另外，我估计最少一半以上，因为过去听过我讲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行了。清朝从1654年开始，就是建国10周年，以后是康熙出生，到1664年开始康熙执政。在康熙执政的60年里，只有一个汉族的国家干部可以直接写信给中南海，就是给康熙写信，上面就写上康熙收。全国的汉族人只有一个人有这个狗胆，他叫曹寅。其他的人都要通过这个国务院办公厅转，只有一个人直接写康熙就行了，这个人就叫曹寅，曹雪芹的爷爷。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的曾祖母带康熙的时候，曹雪芹的爷爷比康熙小4岁，我们现在猜测应该是曹雪芹的曾祖奶奶在带康熙的时候让自己的儿子陪了康熙。所以康熙长大以后，康熙的卫队长叫带刀侍卫，就是谁呢？就是曹雪芹的这个爷爷曹寅。所以他们关系非常好。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曹家第一跟皇帝关系非常好，第二他们家是66年的望族，加上66年以前，我们简而言之曹家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100年望族。因为有这两个特点，他就决定了曹家这个在他们失败以后，我们看这个日期，曹家是这个老太太33岁，就是1663年的时候到南京，他们家落败呢是1728年。
1728年，这个康熙皇帝的儿子雍正抄了曹家，抄了曹家以后，他们家就不行了。但是他们家到了北京西山，全家都在那儿。我刚才说过，大概有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一个这个大军区司令，一个卫戍区司令，一个北京大学校长，一个独立师师长，等等等等。你可以想象，类似曹家被关在北京的那些男人，都是大清100年来的精英和这个和这个有识之士。所以他们被关在那儿，他们说我们也不能白白关在这儿啊，我们怎么办呢？只能干一件事了，因为白天干活，晚上围着东北大炕就没什么事干。他们就说回忆家史，回忆家史，回忆到最后说光回忆不行啊，说干脆把咱们家的故事写一下，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回忆大家族、回忆一个大企业的兴衰的最好的家族教材和企业教材。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哎，我们就顿时打开了一个思路，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可以从职场的角度来读《红楼梦》。就好像我过去跟大家说，我们可以从青春的角度读，上次我来讲过，我们可以从爱情的角度读，或许下次我还会讲，我们还可以从职场的角度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其实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而不是几个小男生小女生的恋爱这个生涯，它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这个那么这个大家族我们可以怎么想象呢？贾母是这个大家族的董事长，王夫人是这个大家族的总经理，王熙凤是这个大家族的常务副总经理，平儿是这个大家族的常务副总经理的特别行政助理，像袭人、晴雯等等都是部门经理。然后你从这个角度一想，你就知道了，哦，这个500人左右的一个大公司，而且是当时中国的这个最大的公司，相当现在的阿里巴巴。因为在这个当时那个世纪，有500人那么一个大家族，而且跟皇帝有这样的关系，跟当时的这个政府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中国大概只有很少几家。那么在这个大家族里的形式，就是怎么做事、怎么做人，就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学到什么东西呢？我下面挑几个人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是王夫人。其实我们看王夫人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拿她当妈妈看。如果拿王夫人当妈妈看，那你就是在读青春红楼。你看一看青春期的这个贾宝玉作为儿子和更年期的王夫人作为妈妈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是看《红楼梦》有个很重要的角度我们要记住，就是从职场角度看。因为王夫人在《红楼梦》里有一个矛盾，大家注意了吗？王夫人在《红楼梦》里，所有人把她叫一个名字，叫活菩萨。因为王夫人对人特别好，踩死一个蚂蚁她都害怕。但是我们注意到了吗？她的儿子就是曹雪芹在回忆她的妈妈的时候，她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息，说我妈妈这个人很好，但是不可爱。这是个矛盾，说我妈妈这个人很好，但是她不可爱，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简单的说，王夫人的职场生涯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职场教训，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职场教训。比如说王夫人是怎么上任的，是吧？王夫人怎么当的这个总经理啊？那大家以为怎么当的，肯定是因为工作能力吧。可是大家看《红楼梦》时候注意到了吗？王夫人《红楼梦》里有四大木头人，四大木头人就是四大笨蛋，王夫人是第一个大笨蛋，是吧？王夫人是第一个大笨蛋。那问题是，第一个大笨蛋她怎么当了总经理呢？王夫人又长得又不漂亮，按《红楼梦》的规矩，两大特点才能升官，在职场上，第一要漂亮，第二要能说这个善辩，这是贾母和王熙凤共同的挑人标准。可是王夫人笨嘴拙舌，王夫人四大木头之首，她怎么当了总经理呢？大家要记住一点，这就反映了封建社会职场的非常浓厚的裙带关系。也就是说，这反映了在一个不正常的职场里的这个升迁的一个规律，谁有后台谁就上去。我们现在算一算就知道，贾母是董事长，谁应该当总经理啊？应该是他大儿子贾珍的老婆，贾赦的老婆当总经理，对吧？因为长子如母嘛，他应该是
长兄的这个太太当这个总经理啊，怎么会这个王夫人的老公是这个排老二，贾政排老二，论官呢，他哥哥是大军区司令，他呢是一个正厅级，一个厅局级，是一个建设部基础建设司的这个司长，那怎么会轮到王夫人呢？很多人看《红楼梦》就没看懂，你看这个他的嫂子每天跟他斗来斗去，每天跟他斗来斗去，这个在背后充当他的反对派。王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看《红楼梦》要看懂，王夫人经常把这个王熙凤找来，然后他就跟王熙凤说：“有人又告状了。”有人有没有的有，有人又告状了。《红楼梦》里去告状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熙凤，王夫人的嫂子，还有一个就是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就《红楼梦》里只要说有人又告状了，就是他们两个去。那他们两个去也有道理啊，本来我是这个长子长媳，凭什么不让我当总经理，让我当这个工会主席，让他当总经理，我就是要告状。那我们就要问了，王夫人怎么当的？其实原因就在于贾母的大儿媳妇的家里是平民出身，而贾母的二儿媳妇王夫人家里是北京军区司令王子腾。也就是说，王夫人她的这个哥哥叫王子腾，所以用我刚才的话说，我们这个王总经理如果写回忆录的话，他回忆录的名字应该叫我的哥哥王子腾，因为他哥哥不一样啊，是吧？《红楼梦》里在职场上只有四个人敢打人嘴巴，大家注意了吗？就是红楼职场上不是随便就能发脾气的。我们有时候以为，哎呀，我在职场上脾气暴得很，那我就说，所以你就没有升上去啊，是不是？你脾气暴得很，你把人得罪完了。那有人说他脾气暴得很，他怎么就升上去了？我说他是他吗？你看看他背后是谁啊？我们很多人就没看清楚，我们以为，哎。他一个小科长都管打人嘴巴，我是一个处长，我也打一个，你打一个，你明天就下台了，他打完还升官了。《红楼梦》里只有四个人敢打人闪电嘴巴，这是《红楼梦》里最著名的闪电耳光。这四个人很简单，你只要看一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敢打。第一个叫王夫人，王夫人因为他那个干女儿，是吧？干女儿金钏因为一句话没说好，一会儿我再聊聊。金钏因为一句话没说好，王夫人一个嘴巴就打过去了，打完以后把他开除，一开除金钏是不肯走啊，就这个跳井而死。但问题是你想过吗？《红楼梦》它也是一个社会啊，写的也是清朝社会，怎么打死个人就没人管呢？公安局就没来吗？是吧？那我也到清朝社会，我看谁不顺眼，我也一个嘴巴把他打死算了。那不行，我要到清朝社会，一个嘴巴把人打死，明天我也就被斩立决了，还是不行。王夫人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公安局不敢动她，公安局也会打电话来说怎么回事啊？怎么你们这打人致死了？那个就有人说，哎呀，这个局长，这个丫鬟犯错误了，教训她，没教训好，打死了。说那也不行，这个失手打人也要判刑，然后就只好直说了，说局长这个人惹不起啊。说怎么惹不起？他姓王，姓王有什么了不起？姓王也得抓。不，他姓王。北京王大帅也姓王，局长立刻就软了，说那算了算了，你们要善加教育。这就是大清社会的事实。所以王夫人一个嘴巴打了没事儿。第二个是王熙凤，王熙凤在《红楼梦》里喜欢发脾气打人，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要学王熙凤，多爽，见谁就打。王熙凤这个见人就打，见人就骂，见了这个而且王熙凤有个特点，她闪电嘴巴她自己不打的。比如说用人犯错误了，他说你给我跪在这儿，掌嘴，就是自己打自己。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公司开着会，看着表，一听外面生意不大了，怎么生意小了？琵琶生意还得保持生意的饱和度啊。然后说我一会儿下去视察，你在这儿打到十二点，你自己看着自鸣钟，打到十二点一秒都不能差，到了十二点你才能给我滚蛋。那个用人就琵琶琵琶饱和度一直是这个饱满的，打到十二点走人。那你当常务副总经理你也学学吧，你明天就下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王熙凤写回忆录叫我的叔叔王子腾，他叔叔是北京军区司令，所以他在那个封建社会他敢这么猖狂。大家看《红楼梦》看见王熙凤的一句话了吗？王熙凤说这个四大家族吧，这个贾家薛家王家史家，是不是四大家族？你不要以为四大家族力量均衡，
它是一个100年的这个四大家族的联姻史。《红楼梦》写了最后的13年，我现在告诉你说，《红楼梦》最后的13年里，四大家族里的所有亲戚官最大的就叫王子腾。当然，如果往前面写，比如说写最后的30年，那最大的官应该是贾母的老公，因为贾母的老公是公，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大概应该算个副国级吧。但是我们打开《红楼梦》的时候，贾母的老公已经死了。现在四大家族里当官当的最大的是王子腾，大概相当于这个比国务院副总理小一点点，他就是职务不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后面呢他是做了这个国务院副总理。那王熙凤在四大家族开会的时候，公司开会的时候，大家还注意了王熙凤在职场上有多猖狂吗？王熙凤在职场上公司开会，其他三大家族发表意见，他说不行，都要听老娘的。然后他们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王熙凤就说了那句名言，他说我们王家地缝里的钱扫一扫就比你们这几大家族的钱多，厉害吧？我们王家地缝里的钱扫一扫，还不是钱柜里的钱，地缝里的钱扫一扫比你们几大家族的钱都多。那三大家族一想，是我们现在钱没他多，算了，听这个恶霸的吧，王熙凤说了算。第三个善于打人闪电巴掌的，在职场上大家可能想不到是谁，贾探春。看《红楼梦》你要注意贾探春，贾探春当过公司代总经理的。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贾探春这个治国都能治，治家更能治，管理天才很强，所以贾探春当了这个代总经理。我说你们都是对大清封建社会那个腐败的职场不了解。其实《红楼梦》里最有这个治家天才的叫李纨，叫李纨。为什么呢？我给你做个常识推断，李纨同学他的爸爸是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千金的身份要嫁到贾家，因为贾家当时的大帅哥不叫贾宝玉。我们打开《红楼梦》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好像所有的美女看见贾宝玉就变成蚊子苍蝇了，都要追，不追到贾宝玉誓不罢休，是不是？连人事处处长的女儿，她退休的时候她可以顶替嘛，她的女儿顶替，大家知道想起来叫什么，小红。完了她就跟她爸爸求一件事，说我顶替你到这个大公司上班，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不是还是人事处处长吗？给我盖个章，把我分到宝玉身边，我要把他拿下。后来他爸说，你呀不行，你只算红楼梦里说了，你只是容色俏丽，你只是个中等清秀，你到了这个贾府你就知道了，多漂亮的美女在她背后追都追不上。小红说不行，我一定要把她拿下。那是《红楼梦》刚打开，是贾府最后13年。那我们现在设想，《红楼梦》如果从贾府最后30年开始写，你们能想到这个当时所有的美女都在追谁呀？追宝玉的哥哥贾珠。因为宝玉的哥哥他更有接班人的希望，又是大帅哥，所有人都追他。那你现在去想一个问题，谁胜了？大清北京大学校长的女儿李纨。李纨那么高的才华，那么好显赫的家庭，为什么要追贾珠呢？就是他要当公司经理，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这个才华一定是过人的。但是你再看《红楼梦》的这个代总经理的分配，你就知道贾探春当代总经理，李纨辅助工作。李纨在《红楼梦》里的实际职务是团委书记，对不对？因为她老公死了，老公死了她就不行了，她就只能当团委书记。所以李纨自称稻香老人，说我就是一个没上班就退休的老人，你们别拿我这个再斗了，斗也没用，是吧？你过去都盯着我，现在不用盯了，我甘当团委书记，是吧？带着这个团员们写写诗，这个赏赏花。那为什么李纨不能当代总经理，贾探春能当呢？因为贾探春同学他如果写回忆录的话，他的回忆录的名字应该叫我的舅舅王子腾。如果我们没有看清这个人际关系，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贾探春当。所以那个王夫人不是一次疏漏，她管理公司，后来她有一次错误嘛，就是在公司的地下呀，被那个清洁工，其实就是傻大姐了，被清洁工发现了一个黄色的一个小画册。这个黄色小画册是教青年男女这个怎么发生关系的，哎，在这个地板上竟然发现了，然后就交给了这个王夫人的嫂子，就是贾母的大儿子的这个儿媳妇，就交给了她。
交给了他以后，他很会处理啊，他就拿着这个小画册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往总经理脸上一摔，说你看着办，你要处理不好我就到这个外面去告你。王夫人就慌了，王夫人就想了个办法要脱身嘛，他说这样吧，你不是副总经理兼这个工会主席什么妇联主任吗？你处理。他就推嘛，说你看我让你处理，你抓，如果是我的人我下台，如果不是我的人你就不用再追究我了，就把这个权利给了他的嫂子。他的嫂子这个他的嫂子呢就派了他的办公室主任去找这个谁藏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小画册。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吧，叫超检大观园。超检大观园背后就是职场的这个领导权的最后决战。这个时候王夫人就急了，坐在办公室跟王熙凤商量，哎呀，说是不是快抄出来了，肯定是咱们的人弄的嘛。说这个王夫人当时还骂说王熙凤就是你弄的，王熙凤不是跪下来讲了五点理由说不是他嘛。后来王夫人说这糟了，一会儿抄着咱们就得写辞呈了。后来王夫人就肯定是发短信，当然我用今天的话啊，发微信发到探春那儿，说女儿啊，你要想办法把这个事给我挡住。哎，然后抄了黛玉，抄了宝钗，抄到这个探春这儿。探春这个一看他的妈妈叫他把这个事挡住嘛，因为他们是一伙的嘛，他就坐在这个大厅，大家记得吧，坐在大厅。然后那个这个办公室主任进来了，办公室主任进来了，探春说来干嘛，他说抄家，抄这个看看谁藏了这个淫秽书刊。然后探春说我跟你讲清楚，你不能抄我。哎，那个办公室主任说怎么不能抄你啊，说我的人我管，我的人我抄。然后那个办公室主任就没听懂什么意思，说那我能抄谁呀？探春说你只能抄我。那个办公室主任他知道他不能动这个千金小姐啊，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是办公室主任，他后面后台是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兼妇联主任嘛，他就也想耍一下威风。当时他就摸了一下探春的口袋，大家记得吧，然后说哎呀，你是这个千金小姐，我怎么敢抄你啊，你不敢抄你手别摸嘛。他摸了这个探春口袋一下，探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嘴巴就把他打了。他从地下爬起来就说脸丢尽了，我辞职，就出去了。然后下面就没人抄家了。我们就想象在那个遥远的总经理办公室，王夫人长出一口气说打得好，这场事儿就没有了。超检大观园以探春一记清脆的闪电巴掌结束。那问题是探春为什么敢打呢？你看他抄什么惜春迎春都是乖乖的叫抄，是吧，这个都不敢动，为什么探春敢打呢？因为探春写回忆录，回忆录的名字叫我的舅舅王子腾。打了就打了，我是王大帅的外甥女，你拿我怎么样，你算什么。最后一个善于打人闪电巴掌的是南京恶少薛蟠，对吧，这个薛蟠那时候还没到职场呢，但他的事儿我不妨也就放在这跟大家一起讲讲。他要送他的妹妹到北京国家机关去应聘公务员，所以这个宝钗为什么到北京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宝钗就是要追黛玉，我说你们真是没眼色。宝钗一开始是想考公务员去的北京，他根本没有看上贾宝玉。他什么时候看上贾宝玉了？他觉得贾宝玉跟林黛玉就胸无大志，说你们两个就会儿女私情，说这东西就是见光死，是不是，平时在私下玩一玩行，一公开全社会都会谴责你。我薛宝钗是干嘛的，我优秀学生，我要考公务员，要走康庄大道。所以薛宝钗一开始根本没有看上这个贾宝玉和黛玉那点事儿。他到北京是从南京到北京，然后他的妈妈就让他哥哥送宝钗去，他妈妈说我也去。薛家就是这个薛姨妈的老公是官商，是官商，就是拿官帑的。这个他等于是这个一个很有钱的大企业家的儿子，是吧？我录像机对着我就不拿今天哪个大企业家打比方了啊。但是有些大公子什么找美女想找谁找谁，你都猜得着，这个拿谁可以去类比一下。这个薛蟠。他要离开南京，然后他说不行，我今天晚上要在南京再玩一玩。大家记得吧，他这个在南京还要这个还要再消遣一下，明天就送妹妹去北京了吧。然后他不是跟他妈妈说不想去吗，说我不想去，我舅舅在北京呢。后来正说着呢，北京就传来这个报纸登了一条消息，任命他舅舅当边防军总司令，马上就去报到，就到新疆去了。然后薛蟠说那我去北京，他舅舅走了嘛，
他就杀到，他要杀到北京，那头一天晚上还在南京闹市区新街口还要转一转嘛，就好像到在武汉在江滩上还要再逛一晚上再走嘛。到了新街口就看见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头上插了个稻草要卖嘛，要卖。然后薛蟠一看就看中了，说我要买。然后那个人贩子就收钱，收了钱这个人贩子就要跑，神色仓皇就要跑。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又来了一台大轿，然后来了个男青年摁着这个小美女香菱嘛，大家记得吧，香菱摁着说你不能把她弄走，这是我的。然后那个人贩子就想跑，然后那个他们薛蟠跟那个南京的男青年就都摁着那个人贩子说你不能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这个人贩子在大概十几年前这个把香菱从厕所门口拐走，然后藏了十年准备卖他，因为他天姿国色嘛。那么准备卖的时候三天前南京青年冯渊到了这儿就喜欢香菱，而且这个南京青年冯渊他是同性恋，他一直认为他只喜欢男人，可是那一天看见香菱以后，他突然发现他也喜欢女性，然后说哎呦这太漂亮了，能治我的男童啊，能把我男童的病治好，说我要买，买就赶紧买走呗。他不，他说这我太不尊重你了，他说我要讲点这个人道主义，我三天以后用大轿来抬你走，把你抬回家，这就完了，交了钱要把他抬走。那人贩子不管，你交了钱我再卖，卖完我就跑了，就人贩子又在那卖。这个时候薛蟠就来了，薛蟠说我要买，结果薛蟠交了钱以后他的轿子也抬到了，双方就打起来了。他们两个先联手把那个人贩子《红楼梦》里写的叫打成肉泥，对不对？打成肉泥以后，然后他们两个又争了，到底给谁？冯渊说不行得给我，他都改变了我的性取向，他能治我的病。然后薛蟠说那他也能治我的病，我也是男童，我要把他抢走。后来说那怎么办呢，就比武力高低呗，薛蟠就用出了他们王家的传世本领闪电耳光，就把这个冯渊给打死了。大家注意《红楼梦》里的这个几个字，打死以后没事人一般一路扬长而去，《红楼梦》里写的这么轻飘飘啊，说打死一个南京这个青年冯渊，他跟没事人一样这个扬长而去。为什么呢？因为薛蟠同学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的名字叫我的舅舅王子腾，有人给他买单，而且我们看见了贾雨村一问，哦，薛姨妈她的实际上姓王，跟王子腾写不出一个王，立刻就袒护他。那我们就看得出来，在这个《红楼梦》的职场里，当然这个职场它是封建社会的职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封建社会的职场的非常非常隐秘的一角，是吧？那么除此以外，这是我们在王夫人身上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王夫人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一个领导干部，尤其是干到了这个二把手的领导干部，如果他有自私之心，就很难干到一把手。我们中国职场有一个现象，我现在真的不能说全世界都有，中国职场有个现象就是二把手现象，很多人干到二把手以后就升不上一把手。为什么呢？因为他急于当一把手，结果他的缺点就暴露了，弄得很多人就反而发现他的缺点，本来很好，但是因为他离一把手就咫尺之遥了，结果他就每天打主意弄一把手，其结果就是他当不上一把手。王夫人，大家一定要记住，王夫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王夫人最大的缺点，我在前面给她写了她的职场标签，她有一句职场口头语叫岂不是有意绝我，绝就是这个绝我后路的绝。王夫人在职场上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岂不是有意绝我，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贾宝玉、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其实写的是自己这个大家族所有人的在职场的命运，然后他回忆到他妈妈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这个妈妈很善良，但是她不可爱，所有人都恨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妈妈一生奋斗到二把手的时候，奋斗到总经理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董事长了，结果他太急于当董事长了，他就开始动作这个变形，本来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中年妇女，结果他太想当董事长了，他的动作就变形。什么叫变形呢？他跟所有人都交代，这个董事长是我的，我现在我又不能这个把我婆婆害死，但是有一条，我婆婆死了谁都不能跟我抢，我要当老大，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嘛。
那你想当老大也没错，你通过公平竞争，但是王夫人呢，她就开始有私心了。我们看到的《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回忆到自己妈妈的时候，她说：“哎呀，我妈妈在职场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企业家，但是当她当到二把手的时候，她有了私心，结果她处理问题就不公正了，结果她就失去了人心，结果她就变得很不可爱。”什么叫失去人心呢？什么叫不公正呢？王夫人要当董事长，她有两张牌，我们要注意。第一张牌，她的女儿是皇帝的小老婆贾探春。王夫人打的如意算盘是，我的女儿在宫廷里只要不出事，等到贾母一归西，我就让我女儿发个微信过来，你不是公司开董事会吗，说讨论董事长人选，就让她女儿发个这个微信过来，说你们在干嘛，那这个贾政肯定要回啊，我们在讨论董事长的新任人选。她女儿就说，讨论什么，让我妈当，她不就当了吗，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元春省亲的时候，贾政他们男人都是跪在地下的，所以他要是说让谁当肯定谁当。但是王夫人很清楚，他的女儿是在皇帝手里的，他的女儿随时都可能这个会被皇帝处死，所以他还有一张牌就很重要，就是贾宝玉。因为贾宝玉在《红楼梦》里是一个男女通吃的多媒体型小色狼，就是他男女通吃，他是个多媒体型色狼，他经常这个惹各种各样的事端，所以王夫人是最怕贾宝玉坏他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将来贾母这个归西了，然后董事开会讨论新的董事长人选，肯定有人会提，哎呀，王夫人当吧，王夫人本来就是总经理了，当这个董事长顺其自然。可是他的反对派一定会这样说，我们都知道开会的时候谁第一个发言很重要嘛，他第一个他的反对派就会这样说，王夫人是不是就是那个小流氓的妈呀，大家说是，哦，那个男女通吃的多媒体型色狼啊，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个人不能当总经理吧，儿子都教不好，能教好这个一个大公司吗，这样吧，放看还有没有别的合适人选，大家知道吧，王夫人就当不上了。所以王夫人在贾府里经常说，岂不是有意绝我，这句话就是针对谁敢这个把我的儿子给带坏了，我杀他，因为他影响我当总经理。所以一个人在职场上如果他有私心，他的动作就会变形，处理问题就会主观。红楼梦里血债最多的是谁啊，大家会马上就想，当然是王熙凤。错了，红楼梦里血债最多，双手沾满鲜血的叫王夫人。王夫人在《红楼梦》里最少害死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都是跟挡了她在职场上升迁的这个路有关。第一个就是金钏，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王夫人闪电巴掌打的是金钏，为什么呢？我现在给大家回忆一下，王夫人在这个院子里乘凉，夏天嘛，又没有空调，她在院子里乘凉，然后那个金钏给她打扇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家那个多媒体型小色狼就放学回来了。贾宝玉那一套还不就是这样吗？撩妹的本事超高嘛，他一看，哎呦，我妈王总睡着了，他就开始撩妹，就跟金钏说，哎，金钏，说我看你越长越漂亮。金钏就说，哎呀，是吗？这个我才不信呢，这个比晴雯漂亮吗？说比晴雯漂亮。然后金钏就很得意一笑，他说，要不你跟我走，你跟我走，你能当这个，我给你将来任命你当姨太太。大家一定记住，《红楼梦》里除了这个元婴叹息四个人以外，除了那些小姐以外，所有的丫鬟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姨太太，正常的只能当到这个丫鬟的最高级别，四大丫鬟嘛，袭人啊、晴雯啊、什么这个元婴啊，他们四大丫鬟就是丫鬟里的最高级别。但是丫鬟是可以退休和辞退的，所以丫鬟最高的理想就是当到小老婆，小老婆就一辈子放到保险箱里，有人这个给钱花了嘛，这个就没问题了。所以金钏就怕这句话，你说别的他都禁得住，说这句话他就禁不住考验了。撩妹聊到这个地步，他就兴奋了，他就想，我怎么办呢？我要答应这个宝玉吧，王总如果是假装睡觉，他就肯定要把我弄死，因为王夫人我刚才说了，最恨这个小美女勾他儿子，把他儿子变成小色狼嘛。可是他说，我要不答应他，这样的小色狼他明天他出口就忘，今天他既然开口了，我怎么着也要顺杆爬，要他承认这个账啊。后来想想没办法，这个宝玉总是撩他嘛，他后来就这样说了一句，就是急什么急，
是你的总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今天不讨论，反正是你的就是你的，言下之意就是我答应你。但是他含糊其辞的表示都触怒了一个人，就是王夫人。王夫人没睡，这个他儿子来聊来聊小美女，他就想我要看看我的干女儿特别行政助理金川主任能不能顶得住。结果金川立刻就说是你的就是你的，王夫人就火了，说我这个董事长是当不上了，你们这波人都把我儿子带坏了，一个嘴巴就把他打了。《红楼梦》里最著名的职场名言是什么？拉出去配小子，对吧？《红楼梦》里最著名的职场名言，拉出去配小子。什么叫拉出去配小子？开除。我过去看《红楼梦》看不懂，我觉得拉出去配小子正好啊。如果这个喜儿在里面当这个丫鬟，拉出去就配大春嘛。她本来在外面就有个男朋友叫大春，不就配了吗？大家就看不懂《红楼梦》。《红楼梦》写的相当于今天的阿里巴巴这样的最好企业，他光拿股份就好多好多万。你把他开除，给他弄到东北某乡镇企业，哪怕当个总经理，他都不肯去，不但丢脸，也没钱，是不是？所以，金川一听到拉出去配小子，立刻就跪倒求饶，求了一天，王夫人就是不松口。你就可以知道王夫人这个人触怒了他的根本利益，他有多么不公正。因为这个事儿是你儿子干的，结果他不行，我就要整你。金川没办法了，我不肯出这个门，就跳井。这是王夫人的第一条命，第一条人命。第二条人命大家记得谁啊？晴雯。晴雯的死是王夫人一手造成的。王夫人最恨的就是那些小美女勾引她儿子，她知道她儿子没有免疫力，见了小美女她就顶不住。然后呢，她就派了袭人去当部门经理。袭人是王夫人的人，袭人的使命就是看住这个宝玉。宝玉为袭人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去捍卫王夫人，对不对？她每天这个跟这个宝玉24小时接触，但是不让别人接触。晴雯是谁的人？大家看《红楼梦》的职场知道吗？贾母的人。王夫人不认识晴雯，是贾母派过来的，王夫人只听说过。结果我们看看红楼故事啊。那天这个袭人到王总那汇报工作，袭人说哎，王总我跟你汇报工作。王夫人想我都干到总经理了，就要当董事长了，管什么具体工作。王夫人就说去找这个王副总西凤去汇报，不要跟我汇报。结果袭人说那你想不想问我什么事儿啊？王夫人说我永远问你一句话，有没有人勾引我儿子？这个勾引我儿子我这个董事长当不上了，你也知道我派你就是干这个的。袭人呢那个时候心思有点不正，后来有人说他告密，其实袭人也没告密，但是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是很微妙的，他也没有去害谁。但是袭人他说了一句话是不应该的，这个时候袭人如果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这事儿就没有了。可是袭人不是这样说的，袭人说王总你放心，咱们小帅哥现在是三好学生，这个道德品质超强，就是有小美女勾他也没事。王夫人一听明白了，哦，有，是吧？前半句都是客气话嘛，就重要的后半句有小美女勾他。王夫人也很会当总经理，说你不用跟我说是谁，说是谁你也混不下去，算你告密，明天我自己去查。到了第二天，他带着人，带着办公室的人就杀奔大观园。大家在《红楼梦》里看见了吧？他转了一圈，指着一个这个小美女说：“就是他，开除。”所有人就吓坏了，说：“这个王总这个行政经验太丰富了，这个就这么一指就把他开了，就认准就是他。”然后这个王夫人就回去了，到办公室。第二天他的办公室的人主任什么就跑来到王总这汇报，哎呀王总你太厉害了，慧眼这个如炬，就是他，昨天消息已经证实了，就是这个小美女勾引贾宝玉，她叫晴雯。然后王夫人就得意的一笑，然后那个办公室主任就说王总给我传传经验呗，你怎么一看就知道是他？王夫人说当然了，他老爸就是这样的，当年那些美女是什么样的美女，他老爸一看就看中，我当然知道，这个有什么样的爸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嘛。他说我身经百战，就是跟这样的美女作战做下来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样的美女没这个他们父子没有抵抗力。但是接着他又传授了一个这个经验，这个什么经验呢？我先讲讲晴雯的命运，再讲这个经验啊。这个他把晴雯赶出去以后，他立刻就到贾母那儿去汇报。我讲这个《红楼梦》职场的时候，我经常说晴雯是不该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晴雯是贾母的人，这边王夫人开除你，王夫人是没有权利开除人的，王夫人一定会到贾母那儿去汇报。你晴雯是王夫人那条线上的嫡系，
你应该立刻就赶到是这个贾母那条线上的嫡系，你应该立刻就赶到贾母那儿跟贾母汇报工作，然后汇报完你就把那个珠泪撒上这个一手绢，然后说，董事长，我今天要跟你告别了，以后就见不着你了，以后你保重。那贾母就肯定问怎么了，你就说，哎呦，刚才王总来把我开了，就没事了，是不是？然后王总再来汇报，贾母就说不批，就完了。可是你看《红楼梦》你就看见了吧，晴雯这个人就是自恃美貌太傲了，王夫人把她开了以后，她就在那哭，摔一东西，折腾了半天，王夫人抓住这个机会就跑到贾母那汇报，到了贾母那一汇报，果然晴雯没有去找这个贾母，贾母都说不行，说晴雯我了解，第一漂亮，第二聪明伶俐，绝对不会这个干什么坏事，留着她。结果王夫人怎么弄啊，王夫人老奸巨猾，王夫人说，董事长，除了晴雯这个人有点刁蛮以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不知道，她得病了。我们要注意，你不要看晴雯是董事长的人，但是贾宝玉是董事长的心肝啊，我现在说她得病了，贾母会怎么问？贾母一定会区别一下这个病会不会传染她孙子，对不对？然后王夫人致命一剑就上去了，肺病。这个时候贾母就会丢卒保车，贾母立刻就同意了，把他开了，因为他怕传染他孙子嘛。但是贾母有一句话，贾母说病好以后必须回来。王夫人多能办事啊，把他赶回去，把医护人员一撤，他回来吗？他必然死在外面。所以第二条人命晴雯其实就是死在王夫人手上。所以曹雪芹写回忆录时候就说，我妈妈那么善良，可是为了当董事长，她在这个草菅人命上她眼都不眨。然后我就来解释，刚才我说了，王夫人说她一眼就看出什么样的美女勾她儿子，第一个理由就是当年勾这个她老公的那个长相的这个美女一定她儿子也没有免疫力。第二个更重要，王夫人怎么跟她办公室主任还有办公人员交代她怎么一眼看出来的？王夫人交了经验，说因为她长得像林黛玉。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这一句了吗？所以有时候职场啊，我们有时候跟别人说话，你要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们很多人领导都说了半天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行啊，你要这样领导他就肯定有意见了嘛。这个王夫人她怎么说话怎么办事你要一听就知道。王夫人有一句口头禅在《红楼梦》里经常骂，大家注意了吗？王夫人在《红楼梦》里经常骂别人说，你这个小美女，我咒你不得好死。怎么不得好死啊？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她觉得这个都不严重，说进地狱这个也不重要，他说你将来的下场一定是出嫁以后有一个穷凶极恶的小公子在等着整你。然后大家要是不注意的话，你会觉得哎，小姑子整我就比下地狱还惨吗？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正确答案，王夫人嫁到这个贾家以后最恨的就是林黛玉的妈妈这个小姑子，因为林黛玉这个嘴很厉害，然后林黛玉的妈妈她嘴更厉害，因为林黛玉是客场作战，她吃到姥姥家她还得让着别人，那个嘴就别人受不了了，是不是？但是她的妈妈呢，她的妈妈是主场作战，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谁什么叫小姑子，站起来的婆婆，因为婆婆她身体不好了嘛，这个躺在床上收拾你，那小姑子不是她站起来啊，她是站起来的婆婆。然后贾母又最喜欢这个贾敏，所以贾敏把王夫人整得一定是很可怜，以至于王夫人咒别人就说，你等着将来你也落我个下场，嫁到谁家小姑子等着整你的，就是骂人最惨的话了。所以大家知道王夫人最恨的就是这个贾敏，林黛玉的妈妈叫贾敏。那为什么恨这个贾敏就恨贾敏，为什么恨林黛玉呢？那很简单，爱屋还及乌呢，是吧？恨人他也是一样的嘛。所以《红楼梦》里写得很清楚，你看这个林黛玉刚来的时候，那个你看这个人性转换啊，林黛玉刚来的时候，王夫人以总经理身份和这个长辈身份，她应该去看林黛玉，因为那是她小姑子的女儿嘛，她也想去看。哎，我说我那个可恨的小姑子，当年把我整得死去活来的，生了个女儿，生了个什么样的女儿啊？是不是长得像个癞蛤蟆一样？我也去看看。那时候是妇人的善良和好奇，要去看看。你看《红楼梦》里怎么写？王夫人一进去，然后黛玉一回头，她看见了黛玉，立刻就不跟黛玉说话。注意到这个细节吗？她立刻就不说话，因为她下面一句话是跟王熙凤说的。
下面一句话他不跟黛玉说了，打个招呼以后不跟他说了，他跟王熙凤说，哎，有人又去告你了，说你这个月的工资现在都十天了还没发，你看谈公事了。我们看《红楼梦》，你要记住，我在导读《红楼梦》时，我经常说，《红楼梦》最好看的是《红楼梦》背后，因为它只给你讲了人世间智慧的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在背后。你一定要能够透过《红楼梦》看到后面还有一本《红楼梦》，透过这个故事看到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你才看得懂。所以你看到王夫人说有人又告你了，你就会想，哎，贾母还在那儿呢，按照封建礼仪你该问问，哎，这一路辛苦吗？吃饭了吗？你是总经理，你要安排啊。不问，转头就问。为什么呢？曹雪芹暗示我们，当时这个善良的中妇，就中年妇女嘛，一定是一下子那个热血就冲上来了。本来她是很善良，说哎呀，这个小黛玉来了我也去看看，那是善良的。黛玉回头，她看见了一个当年的小姑子，她就控制不住了，控制不住了，说不理他了，跟别人说话，完了心里就满腔怒火就翻上来了。因为当年王夫人在贾家最少有十年是不得志，因为贾母是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要漂亮，王夫人不漂亮；第二要聪明，王夫人是个木头。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贾敏天天到贾母那儿去拿她小报告，说妈，我那个嫂子太笨了，又把这个咱们家的金银财宝摔了，说妈，我们那个嫂子太笨了，这个国家机关来人她都招待不好，给人家弄得这个很不高兴走了。所以贾母就很烦王夫人。直到什么时候王夫人才这个苦尽甜来呢？我们的这个贾敏同学嫁到了扬州市市长家，她才算这个从此步入了职场的正途，开始慢慢的就上去了，上到了总经理。所以当我们看《红楼梦》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总经理如果他自私，他情感用事，他就会很主观，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他甚至不惜去杀人。这就是职场里的一个二把手，这是职场里的一个二把手。那王熙凤呢？王熙凤大家知道，王熙凤在《红楼梦》里其实是一个这个很值得注意的人。当然很多人喜欢他的性格，哎呀，说王熙凤是个赵本山，他一个人就演单口相声，是吧？他走到哪儿交响乐团就到哪儿了，郭德纲的这个相声剧场就到哪儿了，都不错。但是你要知道，王熙凤的一生是不成功的。我经常讲一个道理，我在给这个企业家辅导的时候，我经常讲一个道理，今天我也想跟各位讲讲。今天有一半是退休人员，但是你呢儿女还在上班，我也希望这个你能跟你儿女去传达我的这个想法。我经常说，其实一个人在职场要练两个本领，一个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坐飞机大家有很多人害怕，我也害怕，但是后来因为我后来2008年到澳门去任职当院长嘛，我到现在还在澳门是这个全职。那么我每周要飞一次，一年要来回南京跟澳门之间80次以上，慢慢飞我就慢慢知道了，坐飞机确实是危险的，但是坐飞机的危险在于起飞和降落，起飞和降落。所以你看那个安全带，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规律，它叫你系安全带，因为起飞跟降落是很危险的。可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当飞机平飞的时候是不危险的。我在讲职场的时候，我经常跟很多人说，我们的人生和职场要学两个东西，第一学起飞，这个学校都教，我们上学就教起飞，可是有一个东西所有人都不教，只有我上课反复讲，要学平飞。人生最重要的是平飞。什么叫平飞呢？也就是说，当你到了40岁以后，不要努力，你已经进入了生活的稳定阶段以后，你要注意不要自己把自己打下来。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架飞机，每一个人人生达到了平飞以后，都是自己把自己打下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我的人生已经平飞，各方面都进入了正常程序以后，你不要去因为你自己犯错误让你的一生功亏一篑。所以学平飞是所有人的人生第一课。我这个在全国培训，我经常讲学平飞是最关键的。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平稳的这个着陆，
才是最大的成功。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当这个局长，我没有当省长。你放心，很多人都没当，是不是？不要在意这个，别人也没当。但是假设你已经平飞了，自己被自己打下来，你就很糟糕。而《红楼梦》里我下面要讲的这个人物就是自己把自己打下来，谁呢？王熙凤。王熙凤因为是王大帅的这个侄女，这个是王司令的侄女，她到了贾府以后，她就又是王夫人的，她又是王夫人又是王夫人的侄女嘛，她到了这个贾府以后就当了常务副总经理，这个辅佐她的这个姑姑，而且她确实很能干，确实很能干。那但是大家看王熙凤的故事的时候，想过一个道理吗？这么能干的人，他最后的命运是什么？他最后的命运，大家要记住，是这个把他贾家把他开除，开除以后把他赶回这个南京老家，然后他死在南京老家的街头，被野狗把他吃掉的。那就很奇怪了，一个美女，她20岁时候春风得意，到了30多岁的时候，她被赶回金陵故里，而且死得这么惨，她为什么不让自己善始而且善终呢？其实就是因为她没有越过时光岁月的300年来上上我的课。如果王熙凤上上我的课，我就要告诉她，美女，嫔妃比什么都重要，嫔妃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当他成功以后，你不要整天还要进去，你首先要想的不是再得到什么，而是从此永远不要失去什么。而王熙凤就不懂这个人生最简单的哲理，所以王熙凤就拼命进攻，但拼命进攻的结果是什么呢？迅速失败。因为嫔妃不要以为容易做到，也很难。而王熙凤失败的全部理由都不是别人给她的，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我们经常说叫自掘坟墓。我们看看王夫人这个王熙凤的职场名言。刚才我说了，王夫人的职场名言叫什么呢？有什么不能的？那叫这个岂不是有意掘我？就是你们是有意挡着我当董事长的道，老子整死你。王熙凤的职场名言是什么呢？有什么不能的？所以我每次看到《红楼梦》，我觉得王熙凤的职场本领应该叫做天才。《红楼梦》里只有一个人超过他，我下面就要跟大家说秦可卿。除了秦可卿以外，男男女女都超不过王熙凤。那问题就是，为什么王熙凤你不能超过王熙凤呢？你既然已经成功了，你为什么没有想到我一生都不要失败？为什么没有想到嫔妃的道理呢？王熙凤当时想的是，谁都不如我，既然这样，有什么不能的？整个的舞台都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结果，王熙凤在职场就像一个这个肆无忌惮的飙车手，是吧？我在高速公路上，我往前开，我加速，我减速，我超速，我倒着开，我逆向行驶，我想怎么开怎么开，所有人都要给我让道。那么王熙凤就忘了一点，其实职场，其实它还是战场。你自己没有把你的破绽暴露给你的敌人，你又是这个至强的高手，别人是斗不过你。但是当你用这种有什么不能的办法去跟所有人作战，那你的敌人也就是所有的人。所以王熙凤其实是死在自己手上。死在什么上呢？曹雪芹，你看曹雪芹很喜欢他这个他家里的这个小嫂子。曹雪芹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人都成功了，你现在总结一下很多人的失败，你会发现不是别人整他，都是自己整自己。王熙凤就是我们在职场看到的一个最惨痛的教训，她自己整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看王熙凤的职场时候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当你嫔妃以后，不要幻想说有什么不能的，我还要去肆无忌惮。王熙凤的第二个职场教训是什么？家庭关系没有处理好。我呢在外面讲座有时候经常被媒体问怪问题。这个有一次我到上海去讲《红楼梦》，媒体就抓住我，潘老师，《红楼梦》里的美女你愿意娶谁？哎呦，我说这个实在不好回答。他们就开导我说，没事啊，那些名人比你名气大的都回答。我说谁回答？他说金庸。我想想，对，金庸回答过。金庸是一辈子爱情不顺，所以小说写得好。这个他要爱情顺，他小说写不出来的，他就是爱情上摔跟头，小说就写了几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美女。然后被记者追着问，哎，说大侠，咱们缩短范围，《水浒传》里的美女，你愿意娶谁？金庸就
这个很害羞，这个说这问题不能回答，说回答回答。金庸说我爱情失败没什么回答的，说不，希望听听你的。金庸就脱口而出，我喜欢这个林娘子，林冲的太太，林冲的太太，他说我喜欢林娘子。哎，不但这个金庸喜欢，很多人都喜欢，这个高衙内也喜欢，还有鲁智深也喜欢，对不对？鲁提辖什么官？鲁提辖是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所以说鲁提辖你就没有感觉，说鲁部长。我有时候开玩笑，因为这现在轮不到我讲水浒啊，我就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水浒这个知识。但是我跟大家炫一下技，就炫耀一下我对水浒的了解。很多人讲这个林冲跟鲁智深跟鲁部长是一见钟情，就是因为比武嘛，两个人都喜欢武，其实不是。鲁智深喜欢林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喜欢林冲的太太。为什么呢？因为《红楼梦》里，这个《水浒传》里，所有人喊朋友的太太都喊阿嫂。鲁智深喊别人的太太也喊阿嫂，但是他喊林娘子喊嫂嫂。这是证据一。证据二，在第53回吧。这个林冲不是鲁智深不是在二龙山当了总经理，后来经营不善，被林冲被宋江土匪公司兼并，鲁智深不就带着他的人投奔了宋江吗？上山就见到了林冲，大家都记得鲁部长，亲爱的鲁部长见到林冲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吧，说有几年不见你了，我每天都在想嫂嫂近况如何。这个，所以这个你看小说，你要看到这些，你才觉得人很可爱。比如说鲁智深，他一开口，嘴里都淡出鸟了，是吧？你就会想到，哦，跟今天很多人一样，嘴里都淡出鸟了。那我们还回来说，后来上海电视台就说，潘老师，如果是你，你娶谁？这个金大侠都能回答，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说是，我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回答呗。说你如果是《红楼梦》里这些美女，你要娶谁为妻呢？我说王熙凤。哇，那个摄像机吓得往后退了3步，他以为那还不是林黛玉、薛宝钗喜欢王熙凤。我斩钉截铁地说王熙凤。王熙凤是这个跟贾琏是《红楼梦》里的模范夫妻，她的老公贾琏是红楼第一暖男，她老公最会谈恋爱，但是。她老公有个缺点，是王熙凤一辈子的祸，就是贾琏呢是独生子女，她一生下来，她的妈妈就去世了，她是后妈，她后妈不敢管她，后妈这个不敢管她，所以从小她，你大家要知道，《红楼梦》里我上次说过那个青春期的事儿，很多孩子他没有安全感，因为后妈不管，他爸爸是战神，一代战神，只会扇嘴巴。那弄得他就从小这个很猥琐，很这个局促，他没有这个安全感啊。结果贾琏一方面的优点是这个第一暖男，他这个暖美女的本事远远超过贾宝玉。贾宝玉其实不会暖美女，贾宝玉还不如薛蟠呢，是吧？薛蟠这个哄他妹妹那几招还是很好的，是吧？把他妹妹惹了，他早上就守在门口，胖胖的守在门口，他妹妹一出来，他就给他妹妹作揖，他妹妹脸往这边扭，他就从这边作揖，从这边扭他就往这边作揖，这种事儿贾宝玉干不来。而且《红楼梦》里薛蟠同学每次出差必带各种礼品给他妈妈给他妹妹，各位请问，多美体型小色狼贾宝玉同学给他妈妈送过礼吗？什么都没送过，只给他妈妈找过麻烦。所以要论暖男，远排不上这个宝玉同学呢，贾琏第一。但是大家知道王熙凤也死在贾琏手上，为什么呢？她的老公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弄得王熙凤就每天要陪着他，她只要不陪着她老公，只要有4个小时不陪她老公，没有安全感啊，贾琏就会生事儿。古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也有手机的话，有时候手机一打开，下面一栏不是10公里内有美女吗？贾琏就一点要找个美女，然后有时候急了，手机一打开，10公里以内没有美女，他就再找找10公里以内有没有小鲜肉，因为贾琏也是多媒体型小这个男女通吃小色狼嘛，然后一点小鲜肉也没有。大家记得《红楼梦》里我们贾琏同学是怎么处理吧？警卫班给我上一个，后面警卫班就来个小男孩。所以我呢看到王熙凤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交流王熙凤职场教训之二。
王熙凤的职场教训之二就是她的家庭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就影响了她的正常工作判断。因为贾琏总在后头这个拖后腿，她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王熙凤为什么这个要去弄钱？为什么放高利贷？为什么这个帮人打官司一收就60万？我告诉大家一个直接原因，王熙凤不缺钱。本来王熙凤不要这样干，她王家地缝里扫扫，钱都比那其他三大家族多。但是王熙凤有一个致命的忧患，她怕贾琏炒她的鱿鱼。贾琏只要炒她鱿鱼，她要在第一时间就拿出钱养自己和她的女儿这个乔姐。所以这就是王熙凤到处贪钱、到处杀人越货、到处替人打官司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家庭关系影响了她的职场关系。那么这是王熙凤。那么下面一个人呢，我过去讲过，我简单提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每一次观听众不是固定的，我们还要照顾一部分没来的，但是我可以讲得简单点。秦可卿，秦可卿的问题跟王熙凤是一样的。秦可卿是20岁就成功，而且比王熙凤还成功。王熙凤只是常务副总经理，而秦可卿是总经理。大家看我的手，左边这边叫宁国府，右边这边叫荣国府，对吧？我刚才讲了半天，都是荣国府的董事长贾母，荣国府的总经理王夫人，荣国府的常务副总经理王熙凤。现在我转到左边这只手，左边这只手的老大叫贾珍，是董事长。宁国府的总经理叫什么呢？秦可卿。秦可卿没有任何一条理由可以失败。论工作能力，王熙凤是他的徒弟，这多牛！王熙凤可以斗10万个人，但是王熙凤是他的徒弟。论美貌，王熙凤根本不能跟他比。《红楼梦》里第一美貌的就叫秦可卿，第二是，我等着大家说林黛玉，是吧？但是我知道，相当一部分都是过去听过我讲座的。第二是薛宝琴，第三你也不要急着喊林黛玉，叫薛宝钗，第四才排到我们的黛玉小姐，而且她要跟史湘云、贾探春并列。《红楼梦》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小说家如果把一个美女写的因为美丽才被男人喜欢，这个故事是没有魅力的，就是因为她不是最美丽。这个男人越过了最美丽的，偏偏就喜欢她，她就叫爱情而不叫色情，对不对？否则就是色情故事了。那林黛玉是最美丽的，那我还知道去追呢，是不是？但贾宝玉同学为什么放过了比她更美丽的薛宝钗不追，追一个还不如薛宝钗的林黛玉同学呢？因为他爱她。所以西方有一句话叫，一个女人可以一种方式美丽，但是还可以以10万种方式可爱。林黛玉就是因为可爱入了贾宝玉同学的法眼。那有一个又美丽又可爱的秦可卿，那我还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最能干、最美丽，然后群众关系还很好，那你这个全都很好，那你的人生已经平飞了，你为什么会这个会失败呢？坦率地说，秦可卿已经平飞了又失败，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是自己把自己打下来的。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不赞成这个有很多人的看法，说秦可卿就是个荡妇，所以犯错误了。不是，以秦可卿的智商之高和她的这个容貌之美和她的这个成功之显赫，他绝不至于这个这么轻而易举就做一个荡妇。但是秦可卿跟他公公的事儿又是确凿的，是没有人能改变的。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百般的替这个秦可卿辩解，但是应该说在红学界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为什么呢？查无这个实证，没有根据。因为秦可卿就是跟他的公公一代战神贾珍司令确实好。而且大家不要把贾珍想象成一个糟老头子、一个大流氓，贾珍他也是一代战神，上班时候他也是威风八面。而且贾珍同志，贾珍这个司令多少岁呢？我记得我上次讲过，大家记得吧？36岁。你不要弄个87版呀，拄个拐杖，胡子这么长，然后你就一树梨花压海棠，你个混蛋，你就骂起来了。没有啊，他不是梨树，他不是这个梨花，是吧？当然这个秦可卿是海棠，但他不是梨花。为什么呢？36岁，因为他的儿子20岁，古代14到16岁结婚，他16岁不生，18岁生吧，他38岁。所以我们威风八面的贾司令顶多38岁，就算他40岁吧，是吧？那比我们这个有很多很多这个人的年龄还是小的嘛，是吧？这个
现在网上不是传还有80多岁又生小孩了吗？但是后来又辟谣了，说没有领养的啊。这个后来辟谣说领养的，让你们空欢喜一场，让你们以为人的这个身体有多强大。后来是领养的。我们知道秦可卿很顺，那我们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是曹雪芹告诉我们的，他为什么失败了呢？《红楼梦》一打开，曹雪芹说：“我第一个要回忆的就是我这个小嫂子。”全贾府都喜欢他，可是他失败了，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他没有300年后穿越历史风云来上我的这个课。因为秦可卿同学有一个致命缺点，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后来人这个旁观者清都看见了，他有一个致命缺点叫大叔控，就是他看见成年的优秀男人没有抵抗力。我们有时候解释一个人总是用道德的角度解释，但是道德是解释不了感情，尤其解释不了爱情的。爱因斯坦就说物理学可以解释一切，但是物理学解释物理学的重力定律解释不了爱情。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人站在楼上往下跳，你要去救他一定把胳膊砸断，但是就是还有人救，这就叫做爱情，这就叫做情感。重力定律一定会把我砸死，我还是要救。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情感远远的比科学定理要复杂。而秦可卿你也不要简单说那不简单吗？道德败坏吗？不是，秦可卿道德一点也不败坏，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不知道。我经常说这就是3岁看大7岁看老，性格决定命运。秦可卿从小是个孤儿，孤儿长大只要心理调试没有真正的做好，他一定有个缺点，他特别渴望找到自己的父爱和母爱。从小一看别人左手牵着妈妈右手牵着爸爸，他想我也要牵。现在请大家一定想象，如果是秦可卿他会怎么做。秦可卿以他的美貌和他的成功，他到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地步，我们把他叫做可以呼风唤雨。这个时候他什么都能得到，就是不能得到父爱跟母爱，他会放弃吗？绝不可能。而《红楼梦》里能够治秦可卿病的有3次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最大的机会是他穿越历史风云来跟我学，但是又不行，那只有3次机会了。第一次机会，如果她老公贾蓉是一个成年的优秀男人，秦可卿肯定不会死。但是贾蓉是个大男孩，贾蓉还跟王熙凤玩那种玩小叔子的游戏呢。在《红楼梦》里就写得很清楚，贾蓉根本就跟他是分居的，跟他合不来。因为秦可卿需要的是一个成年的优秀男人，又是父亲又是情人，必须二者兼于一身，否则秦可卿绝不能容。第二个是她的这个婆婆尤氏，尤氏如果是一个像岳飞的母亲那样，像孟子的母亲那样光明正大道貌岸然也行，可是尤氏是一个很猥琐的家庭妇女，每天听墙根去弄点小道消息，然后喊妇女说来来来我给你传点这个地下人民日报的消息，他看不起他。大家注意，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就是他的公公贾珍。贾珍在《红楼梦》里只要在公众场合出现都是威风凛凛，这个威风八面的，他是一代战神。他跟秦可卿你可以想象到一定是以战将的面目出现，秦可卿最不可抵挡的就是这个。所以我有时候看秦可卿的职场故事，我经常想到的是4个字，叫欲罢不能。秦可卿也知道哎，我这样的跟我公公接近，这个去寻求父爱有危险。有什么危险呢？万一他要是上下其手怎么办？但是秦可卿又想，我更重要的是我离不开这个父爱，因为我这辈子什么都得着了，我就是没得着父爱跟母爱，现在父爱就在我手上，我就是要要。大家知道什么叫飞蛾扑火呢？什么叫饮鸩止渴呢？他就是秦可卿。所以当我们看职场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有很多人他并不是这个道德问题，有很多人他就是性格问题，他就是这个天生的，就是没有办法战胜的心理疾病。你大家现在看西方的很多电影，他就开始写那种有心理疾病的那些人的故事，是吧？他不是说一个人有道德问题，他就是心理不正常。而中国的小说家里最早写到心理不正常的，我们应该说是从曹雪芹开始。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想到，我们以为就是政治问题，是吧？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说吧，
我学习目的不端正，所以学习成绩不好。什么叫学习目的不端正啊？你就从小没长大，对不对？心理有问题，不是这个学习目的不端正。但是我们过去就以为是学习目的不端正。那我们下面呢，再来给大家提示几个人物。李纨，其实李纨是我每次看李纨，我都会为之动情，就是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李纨教了我们人生职场上的另外一课，这一课叫什么呢？这一课叫人生有多长。人生有多长？像我有一次给银行的这个行长们上课，我就说，我说我跟你们要讨论一个问题，这个讨论什么问题呢？我说我要跟你们讨论这个中国人以为在职场上成功就是成功，职场上失败就是失败。我说这完全就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以为人生就是百米赛跑。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句，因为在座的有些已经从职场退出了，我希望你们能这个静下心来听我一句，人生是马拉松赛跑。中国有一个跟西方这个不同的一个东西，大家要注意。比如说我在澳门很多员工他干到这个70多80多都不退休。我在这个澳科大当院长，我招聘这个教授70以上我照样招。但是校长有一个要求，说凡是70岁以上的你让我看看，就是来了以后我看看他状态身体怎么样。所以我只要招70以上的教授，我一般就会跟他们这样说，我说进了校长办公室给我走得端正点，是吧，胸挺起来，出来再把手杖拿着，否则校长一看，哎呦这不行，路都走不了了，他就不招了。但是假设校长一看你走得动，他就会招你。但是大家一定知道在内地做不到，内地是50多，基本上我们人生的职场的优势就丧失了。到50岁左右，我们职场的优势就丧失了，除非你是厅局级干部，你要不是厅局级干部，基本你就退二线了。可是最近大家发现网上有一个消息，大家看见了吗？有篇文章叫最近10年我们都不能死。什么意思啊？他说科学技术马上就要爆冷门了，10年之内要发明一个科学技术，它会有一个小仪器在你的血管里跑，你的血管里所有的病它能给你消除掉，然后他就预言我们每个人都能活100岁。我一想这糟了，我上班才上30年，这个到50多退休了我能活100，那我55到100我还有65年的怎么办？还55年的怎么办呢？我请问还有55年怎么办啊？所以跳广场舞不要太早，是不是？人生还长着呢，动不动就广场舞了，你就向人事就宣布我们跟你没关了，是吧？我现在不参加这个考场、战场和秀场了。不要这样想。现在我们来看李纨，我们就知道了。李纨曾经是想战斗的，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嫁给了贾府最有希望的接班人贾珠。谁知道贾珠死了，一死北京大学校长的女儿的身份没用了，最有才华的身份没用了，只好退下来说，哎，我不跟你们争了啊，我进岗，我进一个团委书记，我是稻香老人，我住的地方叫稻香村。大家知道李纨的稻香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脂粉都没有。看《红楼梦》，我经常说看小说大家要学会看细节，最伟大的小说一定是细节最好的。比如说《水浒传》，刚才我这个自夸说我《水浒》讲的也不错，我跟你们学了一下技，讲这个关于嫂嫂问题。其实《水浒传》里有很多好玩的事，比如说《水浒传》里谁最喜欢化妆？大家肯定就是潘金莲，错了。这个不是这个潘金莲，是潘巧云。潘巧云她最喜欢化妆，我给她数过，在《水浒传》里，她小说作家描写她化妆有7次。而且她美貌到什么地步，她一出来街上的男人就干不了事了，她到庙里去办事儿，那个老和尚定力都没有了，那个棒槌都敲到小和尚的脑门上噼啪乱响。潘巧云是不是？那《红楼梦》里谁最不化妆呢？大家没想到吧？我告诉你，《红楼梦》里最不化妆的就是李纨。因为尤氏就是那个贾珍的老婆，有一次到他这儿这个哭完了以后说，不行，贾司令要回来了，我得安排给他做晚饭。后来说你这儿有没有这个到卫生间补补妆才能走啊？他的丫鬟断然就告诉他，就不要李纨说，
我们这个我们奶奶从来没有任何的脂粉，你呢就这样回去吧。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细节，说明李纨对他的职场竞争完全放弃了。但是有一条我请大家记住，人生是马拉松赛跑，当你在职场上不是很如意，你的一生退出职场以后，你并没有退出人生，你还可以赢第二次。李纨就这样想的，我的职场输了，输就输，什么了不起，我就当个团委书记，我不让任何人恨我，但是你贾家的王牌在我手上，我到50岁以后我赢你不商量。大家记得李纨的王牌是什么？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贾府的唯一的孙子。所以李纨说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输了就输了，我就当团委书记，你们怎么气我，我就是不吭声，你们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都不理你。但是有一条，将来等到贾宝玉不当这个老大，这个等到他的儿子当老大，因为他儿子是长孙嘛，他还可以东山再起。所以我就经常说，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最少要做到80岁，不要说哦，我退休了，退休了就算了，我就养养儿孙吧，跳跳广场舞，不要对自己这样想。人的生命能量是无限的，而且有的时候自己人生没有做成的事儿，你离开工作岗位以后，你还可以再做一次。所以李纨给我们这个，李纨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那么这个我给不讲晴雯了吧，我给大家讲讲香菱吧。因为晴雯我记得我上次讲青春故事的时候讲过，我们最后一个来聊一聊香菱。香菱是《红楼梦》里的苦瓜一号，对不对？因为香菱这辈子最惨，她是《红楼梦》里的苦瓜一号。但是有一条大家注意到了吗？香菱又是《红楼梦》里最快乐的人，这就很奇怪。一方面她是苦瓜一号，一方面她又是最快乐的人，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职场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职场成功，退休的时候功德圆满，是吧？全公司的人都来送你，但是很多人做不到。那么我们就要想，我们在职场上不太顺利，到了办公室就不太高兴，离开办公室就特高兴，我们怎么办呢？其实香菱告诉我们的故事就是这个。所以香菱的职场名言我建议大家要记住，不记得了。香菱她说我不记得了。香菱很惨，3岁的时候被一个家里的佣人，一个小男孩抱着出去看元宵节，看灯，结果那个小男孩也笨蛋，你一个3岁的小女孩，你要方便一下你就抱着她去方便吧。哎，这小男孩大概还讲点文明礼貌，哎，说你坐在男厕所门口，我进去方便。一出来被人贩子拐走了，拐走以后香菱就历经了人生的苦难，到了10几岁被卖的时候本来要嫁给冯渊，一辈子有幸福生活，又被薛蟠抢了，到了薛蟠手里，这个离了狼窝又入虎口，所以香菱应该一辈子都不顺利。但是香菱在《红楼梦》里又是最快乐的人，所以我说，当我们讲到职场的时候，香菱的故事我们不能不听，因为香菱教会了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认识困难和认识苦难。我在这个学校教学生的时候，我经常送学生这个8个字，我的学生还都是对我挺尊重啊，我这8个字他们都记住了。我说，人的一生8个字就够了。不要那么多，哪8个字呢？前面4个字叫财务自由，就是你的一生第一步你要做到财务自由。有很多人他做不到，一辈子他都做不到财务自由，我说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要生活过得多好，但是我一定要实现财务自由。然后很多人，我有一次上课，有一个广西的首富过来问潘老师，什么叫财务自由啊？他说我有3艘游艇，算不算财务自由啊？我说你一边待着去，这个你一边待着去，你不要找事儿。我说的财务自由很简单，各位记住，当你进行正常的日常消费的时候，刷卡不走脑子就算财务自由。我们对人生要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我们的人生要做到刷卡不走脑子，我正常的消费一定要刷卡不走脑子。我们有很多人他做不到，他说君子固穷，然后这个我为了干事业，我生活贫困一点就贫困一点，千万不要这样想。一个人不能解决生活的贫困，他在解决精神的贫困的时候一定更困难。所以
我在跟我的学生讲的时候，我说第一步你要做到财务自由，而且我希望你十年之内就要给我做到。然后我的学生就说，老师我记住了，我毕业十年之内我保证做到财务自由。我说但是你记住，这只是我告诉你的四个字，就算你做到了财务自由，你也只是一头猪，只是一头健康的猪，对不对？就是吃喝这个无忧了嘛，天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拉就拉，想睡就睡，这就是一头健康的猪。然后我的学生说，那怎么样又财务自由又不做猪呢？我说后面四个字你要记住，诗和远方。诗和远方，我说你还要有点追求。我们人生不要把当什么处长局长看在眼里，也不要把当什么名人作家什么著名教授看在眼里，我们看在眼里的应该什么呢？前面四个字，尽快的实现财务自由。实现财务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去追求你的诗和远方。一个人的快乐来自于哪儿呢？其实就是来自于诗和远方。但是没有财务自由，追求诗和远方好像不太配，是不是？有些人说旅游我穷游，网上有些人我五块钱就游了欧洲，我说我不去，我不去，餐风露宿啊，我不干，就是不是？我要堂堂正正的游最好的地方，这个游最好的欧洲，我这个整天想这个办法去游，我不干。这个所以财务自由，但是还要有诗和远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回过头来看香菱，香菱这辈子是很惨的，被拐卖，然后到了薛蟠那儿，他也不顺利。但是你看《红楼梦》，我觉得曹雪芹很喜欢香菱，因为我在这个小时候一开始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也很喜欢香菱。我一开始以为香菱就是林黛玉啊，又写那么漂亮，又写那么能干，而且把人家这个男童的同性恋病都能治好，她要多漂亮啊，是不是？一个男童他看见女性他没有兴趣，看见他突然就把他这个性取向都治好了，他有多漂亮啊？但是他的人生是很惨的。可是我们反过来看见了吗？一个人当他的人生很惨的时候，有两种办法。我有时候讲课啊，我有时候这个在外面讲课，有时候讲完了以后时间还多，有时候听众就说，哎，胖老师给我提一句话吧。我经常提哪一句话呢？我经常提四个字，常念一二，一二三的一二。然后有些就我写了以后他还不懂，他说胖老师为什么要常念一二呢？我说因为不如意事常八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你不要以为我成功了我就都如意了。有一次爱因斯坦举过一个例子，有些人指着爱因斯坦说，老爱说你太幸福了，你成功了，你没有烦恼。我们老爱这个斯坦这个因斯坦这个同学就说，不是吧，他说你没有成功，你的人生是这么小一个圆，你接触的这个长八九的不快的事就这么大。他说我老爱是成功了，我这么大一个圆，我接触的是这么多这么多的不快乐的事。他说我的不快乐的事比你多得多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不管人在什么岗位上，不快乐常八九，快乐常一二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要常念一二，就是每天只想着快乐的事，不快乐的事不记得了。比如说这个香菱啊，我特别佩服香菱的这个能力，他在那么困难的条件里，但是他生长起了一个最健康的心灵，他对很多人充满了爱，他带着爱上路，他没有想过害任何人。为什么？因为他忘记了所有人所强加给他的苦难。最有意思的是他写那个黛玉不是教他写诗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然后这个黛玉教他说这首诗最好。然后这个我们看看这个香菱同学是什么读诗体会。他竟然跟黛玉说，哎呀，这个诗的境界我见过。黛玉就很吃惊，你怎么见过啊？他说我那一年被人贩子拐走，坐在小船上，人贩子出去方便，我一抬头看见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哎呀，我就觉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要是我吓死了，抖啊，筛糠一样抖啊，说下面命运是什么，今天晚上要被卖到哪儿啊，他会不会一会儿就提着刀把我杀了，那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就出来了。我们的香菱同学竟然那个时候看见那么美的世界，哎呦，
这大漠孤烟升起来了。为什么大漠孤烟直啊？很简单，因为大漠它的这个风几乎是静的，所以这个烟没有风吹，它就一条线就上去了。哎呦，我就觉得香菱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安静的心灵。其实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就是诗和远方。有些人说我要成功了才有诗和远方，我说那诗和远方就永远跟你没关，失败了才要诗和远方。诗和远方就是让我们战胜失败的，因为失败是永远的，不可能战胜，但是诗和远方是可以战胜它的。我前一段跟他们说，我说看一个成年人，一个退休的人，什么叫成功，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送给各位，归来仍旧少年。很多退休了，他有童心，是吧？他还有爱心，他在社会上生活得很快乐，他还有追求。一个人如果到了老年还归来仍旧少年，他就一定是一个最可爱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有诗和远方的人。哎，这个香菱就是啊，这个世界强加了他那么多苦难，他归来仍旧少女，他仍然用他善良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结果呢，其实他也就战胜了这个世界。说到《红楼梦》啊，有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呢，有的时候又必须这个突然停止。为什么呢？时间就是这个对于每个人的尊重啊，已经本来讲到11:30就行了，这个被我一高兴多占用了大家10分钟，很对不起啊，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